大家加油。你们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啊，辛苦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一个人在生命这么重要的时候，受到这么样的创击，我们觉得他真的是痛，大痛。然后，其实我跟新农的私交是非常非常细腻的，就是我们会在半夜打电话的那种兄弟。其实前几个礼拜我们通了很多电话，但是刚刚听他的讲话，一直觉得他打不开这个结，不是跟他讲不可以有错误的想法。我们其实代表着某种环境里面的重要的开心、快乐、正面能量的元素，我们不能有其他错误的思维出现。我会继续跟他加油，那希望大家也给他最大的祝福，就是安慰他，让他尽量放开，让自己放松一点。哦，因为他就像大家讲的，他真的很难过。我们也只能站在朋友角度上面，看有什么帮忙的，然后希望他能够放松一点。我们聊一聊以前的事啊，聊一聊一些心里面想的事情。我是劝他说，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他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他压力太大了。啊，他真的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。他觉得他没有做好所有的事情，那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想。啊，他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压力。那我们就是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上面，就希望他能够。不要一直往这个方面去走。好，他现在是当然，就像大家讲，大家都知道，他现在可能情绪比较低落一点。我们只有帮助他，就是尽量帮助他。